先装好磁感，再套上罩膛，扭好两边固定螺丝，再安装加热器，插好插线头，再按钮加热系统的按钮，加热五分钟，可以开始压榨。装有过滤网，开始启动。可以放前机放扫地刨山，油就开始出来了。按这样推理下去，一个小时出油可以达到3斤以上。多大一点？多大的？你看一下。没有啊。我们下到两斤。你炸完关了。关掉吧，可以。